易你们是做假交易吗？那可以证明你是正常交易的资料，那如何去找这些资料？就是证明说你们不是假交易嘛。如何去找这些资料？对啊，这样来证明说你们不是假交易啊。这国税局列了很多哈，他认为你这五间公司都是在开假发票。这个我不用讲，我讲给你听好不好？我讲给你听，国税局认为你们都在做假发票啦，那要去证明。那国税局要证明我是用假发票来。对啊，他把这些都认为是假发票，你跟我讲说如何你是正常交易的。那因为我好，我问，那因为我之前这些公司都有店面，我这些都是都有店面。但是因为我被收押了很久，那现在在执行。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因为我被收押了很久，现在在执行。那这些公司已经都没有在经营了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不晓得去哪边找这些资料。